老板，这橘子甜不甜？甜吗？能不甜呢？看你这个摇头说的，我的卷子可以说是清甜清甜的。会不会扫一下？扫嘛，扫你扫。那我给你选个水果大号的，来这个子，好的，丫头，给我。我的橘子秋天的，你说？嗯，对的对的。小姑娘，甜不甜？甜。呀，这画的跟我橘子一样的清甜清甜。你吃好多？不是。好，啷个？饱啦。哦，你也哈。下回再来一点哈。咋位置啷个？你个洪水不好，说说的好，生意不好，整柜台了噻。你看我看好的，是你这个不行。老林强总跟上面试试的，我要你照顾好，我是亏啥的。你看我像卖的，会伤得了？哎呀，伤不得。那个，我伤你看，你看我的表情，太甜太甜。来看好啊，好甜呐、啊，甜。高连杰，哦不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来，这卷子甜不甜？嘿。清甜清甜的，要不要上看看哈？哎呀，不能上！你看我的表情，看我表情就行了，太甜了。你呀，好甜呐、啊，太甜哈！呀，我要吃柠檬，柠檬甜不甜？柠檬甜，柠檬太甜。吃好了呢，给我尝过看。我要看你的表情，如果是甜的话呢，我就给你喝成的。闪呢？闪呢？好甜啊！真的吗你？甜。我来尝尝，甜就甜死了。